明星导师感慨多之，当评委陈坤不干了。好声音的评委感慨多，快男的也不遑多让。当了一夏天快男评委的陈坤，黑脸白脸都唱了，唱得他心里憔悴，表示不会再爱了。我生活就特别累，我再也不会做了，因为我每个星期去，我都觉得我肩负很大的这个责任，完了之后我就很害怕伤害到年轻的小朋友。乐半天综合报道。